台湾味蛋黄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两人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蛋黄，鸟类卵里的黄色胶状物体，幼鸟由此发育生长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